我哋其中有四場音樂會咧，都會喺上環文娛中心劇院舉行嘅。咁呢個場地本身咧就係、主要係做戲劇噶啦。咁音樂會嘅表演都有，個觀眾席咧都會好多。咁但係咧，佢個音響咧係同其他你聽慣嗰啲音樂廳有少少唔同。咁所以就住今次呢個場地咧，我哋喺12月4日嗰場音樂會合唱作品嗰場咧，我哋做咗啲特別嘅聲響嘅處理。除咗嗰、那個台嗰、那個後邊嗰啲板，我哋要挑選之外咧，亦都加插咗一啲現場嘅調音啦，就包括一啲儀器嘅設立啊，同埋一啲擴音嘅設備，使到咧聽起上嚟個效果咧會有一個好新穎嘅感覺。第二場音樂會將會由多個合唱團鼎力演出嘅，包括 The Concertisten 合唱合、陸韻合唱團、協恩中學加九龍華人書院嘅混合男女性合唱團。獨唱嘅作品由史超韻小姐幫我哋演唱嘅。